林老师记得我们原来见过吗？不记得了，见过一次。是不是哦？什么时候？我不是明星的时候。哦，我不是明星。那个节目叫……哦，那个节目我是那个戴春荣的女儿的那个节目，是不是？她有一次演一个节目，然后你来帮她助阵，我演的皇后，然后那次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宫里边还有这么丑的人呢、啊？我是你铁发妻子、啊，这好像是太监办的，这是。他吓死我！我们拉乘客之前有一个小环节啊，哦，林老师，说小也不是很小，安吉星真心话大反说，就是我有一些问题问到你，然后你，哦，是你就要回答不是，不是你就要回答是，反正你自己转转。嗯，真的还得转转。有什么忌讳的问题吗？随便来。那林老师觉得您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人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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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有啊。就是有没有哎，这个不愿意做，有些拉不下脸来干，拉不下脸来有些。演过《还珠格格》的人哪个不厚脸皮啊？您觉得自己是高颜值的演员吗？是，哎哎，是，太是了，太是了啊！哎呀，秦老师，请问您觉得？赵薇和林心如谁在你的眼中演技比较好？那我觉得林心如的演技还是比较好的。就在 OK， 赵薇当时在电影学院学习，她毕竟是个学院派啊，在当时来说她的起点比心如高。从专业的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是 OK， 是的。完了，一来就这道题。秦老师现在是在当大学老师。对，我现在还在大学，现在还在当，还在大学工作。那请问是因为演员做不下去了才去当大学老师的吗？好，让我跳车，好，让我跳车，我给你弹出去。是的，这是反说还是正说啊？感觉不告诉你，自己去，你要用你的智慧去想一想。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对，你让我转，你转不过来，我自己都懵了一下，就懵了，懵了一下，好吧，好吧。接下来这个问题是，哇，有没有遇到过演艺圈中最不喜欢的人？五六十个得有。我一会儿给你个名单。行，可以。林老师觉得自己是实力派的演员还是偶像派？我应该是偶像派演员吧。网络上一些流言蜚语，你是否从来都不在意？我在意极了。我天天看，看了以后我会生气。这样回答可以吧？非常好。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结束了。我会让你失望吗？不失望，因为我回头播的时候会把前面我说真心话大反说这个剪掉，然后直接就当真的。你不是这种套路？是吗？是这个样子哦。路边停一停，我坐到副驾去。啊。哎呦，有新的订单了！哎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生意不错哎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您在哪儿呀？你好。啊？我就在这个公交站这儿。妈呀，什么公交站？天津好多公交站。什么公交站？胜利路401号。行，好嘞，稍等一下啊，马上就来。好的。拜拜。这个吗？我的天！哪个？海尔兄弟。这哥们儿，对，这哥们儿，Hello。Hello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请上车，请上车。哇哦，嗨，你好，你是天津人吧？你怎么戴一没玻璃的眼镜啊？你认识我吗？老师好。我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那个嘛？我是你爸。你怎么嘛？我是谁呀？我那个那个嘛？张铁林，张老师，老师好。行，给你加5分，好吗？好吗？
老师，你怎么在车上？我拼车。老师，你怎么来骗子了？好，好嘛。你说话。就一直这样拍张老师，是不是？我说你怎么在骗子？感觉自己萌萌的，想和你啪啪啪。怎么称呼你？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小胖就行。小胖，小胖，因为我的名字太麻烦了。听一下你的名字。你听着呀，阿依土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。来，你先抽个签吧，小胖。抽完了以后别给我看，你自个儿藏着。啊，等会儿再说啊。躺好了。你这里头有心缝，拿一个，里边有问题，你可以照着那个心缝问点嘛问题。好紧张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厉害了。厉害了，来吧，问吧。问你啊。小鸟啊，得罪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一摁就出去了。这可不是我问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。来吧。有没有因为看到关于自己的负面新闻，觉得愤怒？那当然愤怒嘛，但是我不介意。哎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网络安全的问题，是个社会问题。说我这个是不在外国待着，跑到中国来挣钱，在外国混不下去了什么的，这些都有很多，这胡说八道的，都不知道我回来了几十年了。就凭自己的臆测。对。啊，我在中国的大学啊，在演艺界啊，在社会做工作生活，啊。上有老下有小，我都在生活几十年了，他们完全不理解，说一个生在长在中国的人对中国的这个感情，那不是说在国外待着十年八年就能够取代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小胖，我们看一下你刚刚抽到的是什么。真的挺不好意思的，老师。别给我看。哇哦！怎么样？大冒险，土仙岭来了。老师，你是不是特别不想大冒险呀？我不是冒骂险，我觉得他们电视台啊，一冒险啊，就是开始整我了。没事，勇敢一点吧。嗯。好，你替我干吧。漂亮。漂亮，我要走了。拜拜，好，再见，小胖。拜拜。拜拜。好了，我要给那个罗西打电话了，我们要去大冒险了。喂。罗西，我们要来，我们抽到大冒险了，我们带景老师过来。你把地址定位发给我们吧。好呀。嗯。赶紧来哦。好，拜拜。我们这样。和安吉星聊会儿天。和安吉星聊会儿天。来。哇，可以。正在连接。安吉星是什么软件吗？这个车的客服顾问。可以导航，可以聊天儿。哎，你好，我们现在在天津啊，天津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嘞？哎，我这边帮您看了一下，这边的话，五道口的话是这个历史文化街区，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保留最完整的洋楼建筑群，因为很多建筑呢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格，我觉得这边的话是可以体验一下的。我们就是看你回不回答得出来，因为我们也没时间去。主要是考验你们的服务到家不到家，安吉星，你听这声音威不威严？感觉在什么地方？听过这个声音呢？感觉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声音呢？哎呦，都快跪了！来几句，台词来。是在一些电视剧里面有听哦。小燕子，把你拖出去！哎呀，这是。这张铁林老师。可以啊。好了，再见，不麻烦你了。拜拜。皇上说再见了。那就再见喽，谢谢安吉星啊。再见。哇，我们现在经过天津之眼下面了。